听姊妹平安，每日灵修，做有智慧的人，控制脾气。诗篇三十七篇第八节：当停止受气，离开愤怒，唔通心怀不平，一直作恶。美国有一位大公司的头家，外表真水，人缘也真好，阁有智慧。有一日，伊甲伊太太为了庆祝结婚一周年，嚟到海边的别墅度假。伫暝时困的时阵，有一只蚊仔伫伊的耳孔边嗡嗡叫，吵甲伊无办法困。安尼，伊就起床，举起对着嗡嗡叫的蚊仔开枪。后来，情绪失控，倒边开一枪。正边开一枪，顶边、下边拢开一枪。等到伊安静落来时阵，佮发觉着别墅那边一切的设备皆死，互伊头先乱开枪而拍歹佮乱七八糟。这时太太讲：“为甚物发安尼大的脾气呢？”先生后来后悔讲：“我就是赢袂过这个歹脾气。”弟兄姊妹，容易发脾气的人，就亲像一粒破坏性的炸弹，一个小小的受气，可能会造成一世人无办法弥补的遗憾。在日常的生活中，你会唔会拄着一挂无法、无公平的事，而心怀不平呢？你会轻易的被别人的一句话或者一件事而惹你受气呢？咱三甲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伫生活中拢会拄着无公平、无公义的事，或者是别人伫言语上，也是一挂事甲咱人相拄，咱就会失去了控制。你大大的受气，求你赐予阮智慧甲力量，会通控制心中的受气，免得阮做出后悔的歹代志。求你帮助阮信靠顺服你的教导甲应允，凡事忍耐，在你的那边有平静的心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